来，我们开始上课了。老师，课文四个要把比，生词里几几啊？要不我们先读一下前面的课，要课文里的也派几几啊？老师读孙悦，老师的孙悦派没？晴雨姐高，王静武派吧。听说你男朋友李静跟你是一个学校的，是你同学吗？是的，他学的是新闻，我学的是法律。我和他不是一个班。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一次足球比赛中认识的，我们班跟他们班比赛。他一个人踢进2个球，我对他印象。印象，我对他印象很深。后来就慢慢熟悉的，熟悉了。你为什么喜欢他？他不仅足球踢得好，性格也不错。OK，可以了。来下一个课文二，课文二狗，叶丽琴和谭宝珠读一下吧。叶丽琴开始。叶丽琴。李老师，我下个月五号就要结婚了。你是开玩笑吧？你们不是才认识一个月？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从来没这么快乐过。两个人在一起，最好能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经常一起打球、上学、做菜。看来你真的找到适合你的人了，祝你们幸福。好的，可以了。下一个，来，下一个是，谁？叶丽琴和晴雨姐读一下吧。叶丽琴开始。听说你跟书记结完快20年了。到6月9号，我们就结婚，20年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挺幸福的，挺幸福的。我很幸福，感觉我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很新鲜，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便是现在。两个人共同生活，只有浪漫和新鲜感是不够的。不够的。你说对，我现在每天看到的东西，他的书签。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有很多问题。只有接受了他的缺点，你们才能更好一起生活。好的，来，课文四里有多呀？生词里音标吧哦，二十是什么？
羡慕，对了，羡慕，所以老师说阿加啦，我表的阿加的，所以羡慕。来，老师给羡慕的这一遍没？眼、撇、横、横、竖、横、点、提、撇、横、勾、撇、捺、线。木嘎横竖竖竖横者横横横撇捺竖勾撇点点木线木好线木随阿加拉我表嘞好第二十一时爱情、啊、爱情所以老师七七米的我表的爱情好的下一个二十二十星星啊星星所以我说这个里里我表的星星好的下一个是及时好及时所以我说啊，六片的引导嘛，六表的，即使他完了，即使你不喜欢也要做，即使你不同意，也要怎么怎么样啊？即使你不同意，我们也不在乎。你的我们都不说嘞，我都讲给我们塞把握不？那即使啊，六片的引导嘛不？好，下一个是加班。Overtime 呢？我表的加班。好，下一个是亮。亮，所以老师说亮呢？我表的亮。好的，下一个是感动。好，感动，所以我说谁露下了？我表的感动，很感动。好的，来了，所以老师看完了拍几啊？大家一起读一下。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什么是浪漫呢？浪漫呢？年轻人说，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亮着灯。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像个忠诚的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好的，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你个里头的名名啊，不，那里 romantic 三的七股啊加加的，不，那什么是浪漫呢？我比他所以八个浪漫来的。年轻人说，你个里的也标价的，不，那浪漫是啊 romantic 三的苏拉个，他想要月亮时，杜妈个拉美有龙井的水，你不会给他星星，你接的多么悲凉来的，就是那龙井那我背的苏拉浪漫不的。中年人说得了白露啊表的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加到零点
ညပေါ့เนาะဒီ overtime က0点ဆိုလို့ဆို3ည9 10点ပြီးသွားပြီလို့ဆို10ည9မထိုးသေးဘူးအဲ့ဒါက0点对吧0点အထိရောက်သွားတဲ့အချိန်မှာ到家时အိမ်ကိုပြန်လာတယ်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过一晚没人念你的的说明有人等着你第二要上你不能啊要你吹的浪漫的不老年人说大家也留下表的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浪漫就是这个但是你留下被刮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是我现在留下的浪漫中都给啥吧来说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你呢嘟嘟慢慢变老老说我们多少吧你呢嘟嘟你呢在这几多少吧、哎、其实让我们感动的这个肉还如果谁留下自己的感觉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不忘嘛有些呢其实没打理、哎、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点建议简单说的感觉这么多幸福谁前面目击吧、哎、好的没几把没啊没给你这种没没给你如果你三年去过啊家家的所以很多女孩子羡慕的爱情、嗯、浪漫的爱情对羡慕浪漫的爱情啊把人如果你也表示不能啊 romantic 说了个啊对啊老路今天请把你也接多么卑污的年轻人说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嗯哼啊တက်လက်ပိုင်းလူ啊ပြောတယ်ပေါ့เนาะ romantic ဆိုတာကတော့တဲ့ညအာဘာလို့တုံညနာရီရှိ overtime ဆင်းပြီးတဲ့အခါမှာတဲ့အိမ်ပြောက်တဲ့အခါမှာကို့အိမ်ကမီးလင်းနေတာကိုလက်မှတ်ပါတဲ့中年人说浪漫是晚上加班加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嗯哼，这几年路里也标嘞，这入门的塑料盖罗，这好多青年也路背的，我是咱们路亚的入门的塑料盖罗，这奶奶嘟嘟，我们多少吧，没事。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是。最浪漫的是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怎么那么久啊？嗯，等一下呢？哎呀，哪条歪毛没什么？Thank you.
OK， 再这样的话就不听了啊。来唠起来你。嗯，简单的爱情。说的对。嗯，来了。课文四。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什么是浪漫呢？年轻人说，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歌中唱的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嗯，好的，来让孙英老师这靠老派姐姐啊，谭宝珠读一下吧。啊，谭宝珠和谁？秦玉姐读一下，一起读。很多女孩子，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什么是浪漫呢？年轻人说，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信心。中年人说，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加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觉得。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像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好的，来，那么叶丽琴和韭菜读一下吧。很多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那什么是浪漫呢？年轻人说，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中年人说，浪漫是即使晚上加班加到凌晨。到家时，自己家里还亮着灯。老年人说，浪漫其实就是像歌中唱的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让我们感动的就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大的幸福。
好的，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第一，读读看。关于浪漫，年轻人，中年人，老人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嗯哼，关于浪漫的不得比如的，年轻人、中年人、老人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把里面么读你的。你试一下吧，对嘞。好，那年轻人说浪漫是标记吧？中年人也标的嘞。哎，把侬阿里浪漫说了干嘞？都个老路子来看嘛，你也阶段么不一样呗，所以。年轻人说他想要月亮时不会给他心情。OK， 得了，白路也标的，不侬浪漫说了干嘞，把侬。浪漫苏拉嘎好嘞你啊不能呀无法来信任你的把我东亚来去要的车嘛不能把东亚来要多的车嘛你也应该不能命令你都没说中年人浪漫是就是晚上加班到零点到家时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也还亮着灯自己家里也还亮着灯啊但这里我表示浪漫是啥的我奶奶就是五年多了吧所以老年人说浪漫是就像歌中唱的那样。嗯哼，对，歌中唱的那样什么？就是奶奶嘟嘟五面多没声音，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对，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好。什么样的爱情让人感动？让人感动。对，什么样的爱情让人感动？好，什么样的爱情让人感动呢？简单的爱情。不是，华丽。romantic 啊，那这个啊，如果谁留下子的，你表妈哩。浪漫的爱情让人感动。让人。感动，对的。好，下一个，很多女孩子都羡慕什么？很多女孩子都羡慕什么？啊，所以明里头明明个嘞，怕嘞？啊，不然我们这三年结果啊，加吧嘞，所以很多女孩子都羡慕浪漫的爱情。对的，很多女孩子都羡慕浪漫的爱情。好，课文五六段没，第二十七是什么？自然。好，自然。所以老师如的把我嫁了，我表示自然，很自然，不能。好，二十八是原因。好的，原因。所以教音我表示原因是什么？原因。好，二十九是互相，所以老师说一边一两个表的互相。好的，下一个是吸引，吸引，所以老师说最少哪个表的吸引。好，三十一是幽默，所以老师说。啊，不然他当年学哪一样的，所以幽默的表的。好，三十二是脾气，所以谁在给表达脾气很好，谁在里啊严高呢？脾气不好，谁在干么高木？那他的脾气，来老师啊，所以课文里拍几吧，大家一起读。说到结婚，人们就会
自然的想起爱情，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但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互相吸引。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他嘴里说出来也会变得很有意思。但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几乎没因为什么事通过脸，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说到结婚叫 Bionore， 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想起爱情。Luriabono，很自然的，言我都把我家长内的想起爱情，去古生产米家的爱的。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爱情啊的结婚也重要原因，重要做的一把的交银博的。但两个人共同生活，该没路你要住过你才能没输赢呢。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浪漫的爱情如爱用大木嘎，不仅是大木嘎不呢，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更需要做不必要路爱的不呢的性格上，谁的班上呀嘛不呢，互相吸引啊，必然吸引你呀没吸引个，所以上不吸引你呀没的。我丈夫是个幽默的人，我也丈夫噶不呢？我也丈夫噶，阿幽默的人，幽默嘴，他当年学那流氓的，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很普通做，哎呀，我大满不呢？有大满给啥的这股偏脑麻的，从他嘴里说出来，都不在他表里面说，也会变得很有意思。哎呀，我身为咱家刚做来的。在我难过的时候，我问了你的情况，他总是有办法，对吧？没那么你那些不能让我高兴起来，真的我表现多少的，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比如对也脾气厉害嘞，我说吧，不嘞，结婚快十年了。结婚呢，三年比较没的，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我说你要干的，把给啥赚的嘛？红过脸，所以就是你哪么面给呀？不，那前面面给呀？不就那，多大么脱开呀？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有这种面干的，俺都过羡慕羡慕，俺家吧，哎的。好的，可以了，没几把没。明拉上那路表来路的呀不能去过呗，身上没家的，所以说到结婚，人们就会很自然想起来爱情，想起来爱，想起爱情。OK， 然后是
ဒါပေမဲ့လူနေရောက်အတူတူနေထိုင်တော့မယ်ဆိုရင်တဲ့ romantic စံနဲ့အချစ်တင်လိုအပ်နေတာမဟုတ်ပါဘူးတဲ့။ဒါနဲ့ကတော့ဆံတုံးဆံတုံးကတော့ကုန်ထုံဆုံးဖို့ကုကျင်ရှိရလောက်တဲ့အချင်းကန့်ရှိရောက်ဟုတ်တယ်ရှာအဘာလုံးဒီစိတ်ကြပိုင်းဆိုင်ရာမှာပြန်လဲဆွဲဆောင်နေဖို့ပို့ပြီးတော့လိုအပ်ပါတယ်ဆိုရင် ဟုတ်ကဲ့အမ်ငါဝမ်းနေနေတဲ့ခါဆိုရင်တဲ့သူ့မှာဘောနော်နီးလန့်ရှိရယ်ဘောနော်ငါ့ကိုပျော်ရွှင်အောင်လုပ်ဖို့အတွက်နီးလန့်ရှိပါတယ်ဆိုရင် 在我难过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就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嗯，他就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好的，然后是，嗯，明拉桑拿的生日比较美的，我如果巴基斯坦呢嘛，巴基斯坦呢嘛，面南没业务，而且没业务吧，所以，尽快实现了。 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是通过联？嗯，卢主任，明明啊，这个，我们也，我们大家吧，所以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嗯哼，对的，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好，那我们来听一听，那场记者啊。 课文五，说到结婚，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但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 也会变得很有意思。在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结婚快10年了，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好的，来读一下吧，老师，快记记啊。 来，然后，秦玉洁，然后谭宝珠、韭菜读先读一下，三个人先读一下。老师课文里的课老怕薄，秦玉洁，然后谭宝珠、韭菜读一下吧。 说到结婚，人们就会自然地想起爱情。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但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 更需要性格上互相。 吸引，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即使是很普通的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也会变得很有意思。 在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让我高兴起来，而且他的脾气也不错。结婚快10年了，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事红过脸。 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来，那么叶丽琴和
谁？立红读一下吧。说的。说到结婚，人们就会谈。相信爱情。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将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会要圆满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危险，互相吸引，我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不同的事情从他嘴里就说出来也未见得很有意思。在我南国的时候，他就是有位办法让我高兴起来。二学他的脾气也不错。结婚快十年了，我们俩几乎没因为什么是红过脸，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好的，可以回答问题了，静美。第一是什么？爱情跟结婚是什么关系？爱情跟结婚是什么关系？OK， 说一下爱情是。爱情是结婚的重要原因。对的，爱情是结婚重要原因。好，第二，我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什么样的人呢？幽默的人。我的丈夫是个很幽默的人。第三，两个人共同生活需要哪些条件？好，需要哪些条件呢？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再说一遍，两个人共同生活，不仅需要浪漫的爱情，更需要性格上。互相吸引。好的，可以了。那明天建议老师给他生词里面没完没。
好，课文一到课文五有生词类的对象，叫他们。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明天再继续了。大家再见。再见，老师。好的，再见。